说起王思聪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在网络上也是经常上热搜的人物，名气一点也不比他老爹差。他爸爸王健林是全国首富，而王健林的老婆，也就是王思聪的妈妈，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吧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，准确来说是一位女强人。林林有着自己的商业帝国，她的林氏投资集团在建筑装潢、餐饮娱乐、对外经贸等领域都有涉及，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公司。当然她和她老公的万达集团也是合作上了战略伙伴关系，虽然家世是相当的好，但她本人却是非常低调，经常去国外旅行，很会享受生活，社交圈更是广泛。她的朋友里就有希尔顿、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莹等。现年60岁的林林保养得相当好，和小8岁的刘嘉玲站在一起就像同龄人。刘嘉玲大家都知道，老牌明星大咖，娱乐圈的大姐，气质相当出众，但和林林站在一起就很平常了。林林在家的地位也是很高的。一次王思聪一家人出席万达的开业典礼，一向不缺美女陪伴的王思聪坐在老妈旁边，很显得浑身不自在，只能玩手机发呆，低调了不少。这样一位能把家庭事业都经营得顺风顺水的女人，真不愧是一个女强人。